我呢是来自湖北，来了深圳18年，一直从事的是学前教育工作，见证了整个观澜的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跟发展，也算是一路的见证者吧。现在整个的这种变化，它是与大城市接轨的那种感觉。我是一个在一个地方久了过后就会很有感情，那我是会舍不得离开这里。节假日跟周末几乎都是在这边度过的，那通常我可能会带上女儿来这边，因为我女儿在这边有学过尤克里里啊，跳舞学爵士啊，在这里学跳舞，我就去逛逛街或者做做美容护理，然后等她结束，一个周末下来还是安排的挺充实也很快乐。在这里作为他们的客人也好什么也好，我会觉得很温暖啊。肯定会经常来的，而且也特别愿意分享给朋友啊，分享给周边的所有的人。祝我们新城6周岁生日快乐，那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，未来的日子里，和我的亲朋好友在这里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。谢谢。